这回天真的塌了，兄弟们，艾瑞哲巴废了，马自达昂克赛拉也废了，宝来朗逸也废了，卡罗拉更是废了。因为日产轩逸经典它无底线的卷，参考价65900啊，指导价才 10.86 万，向来以皮实耐用、油耗低、空间大、大沙发著称的轩逸，卷就卷个死去活来，奇烈拔半，这你受得了吗？这个轩逸好歹也是搭载 1.6 升自然吸气，非常皮实耐用的一款发动机，而且油耗很低，拥有122的马力、155的扭矩，家用市区代步绝对能够满足你的动力，就算偶尔跑个小高速长途也绝对是可以的。虽然匹配了个 CVT 变速箱，冬季有一个冷保护，但是在 6.59 万价格面前不值得一提了。这让前不久刚刚入手完轩逸的车主们得哭晕在厕所啊。6.59 万你开个五年六年仍然能卖个15万块钱那个价格。就算你把车子开报废了，也就是6万多块钱的玩意儿，非常的合适，性价比是非常的高的。